说谁？秀丁、秀琴啦，吴佩珊啦，阿 Ben 啦。阿 Ben 还好，没有。我觉得秀琴算有种的。你怎么会愿意来啊？你是吃定我们就是不会，结果出来赚钱，你知道？好可怜啊！为了五角兽王，想都来这一套。真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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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失业，对。你是认为我们一定会帮你挡可怕问题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心肠会很好。对，你手那边用沙哑笑，一身我也没了。不过我们今天要对林秀琴好一点呢，我们可以整集都不要让她讲话，因为她说她医生已经讲她说话说太多，声音都沙哑了。是因为一直要上综艺节目的关系吗？就是因为工作都要讲话。你真的在搭车上节目途中在车上就哭了？对啊。是觉得自己太累吗？还是不是？就是因为医生就叫你三个月不能讲话。可是这首歌很适合哎，跟着唱，跟着唱。这首歌，昨夜我洒下泪珠。我现在不能唱啊！我要听你多沙哑哦。就还蛮……不然来一首《榕树下》嘛。这个，没有，你唱一个你拿手歌，我看看你现在沙哑到什么程度啊？照你自己的 key。听海哭的声音 ，key 变好低哦。叹息着谁又飞上了心，却还不清醒。哦，没了，后面没了，对啊，上不去。啊，你以前 key 多高？对啊，蛮高的。你以前应该不行，他生气了。老师，跟一句，跟一句，跟一句。听海哭的声音。整集都不用他讲话，让你休息。对。